Help me! Stay! <笑>造型吧，完全没有造型，我的品味其实就是干净，然后有一点点的final touch 最终的那个 touch 就没了，就是比较 classic 一点，对吧？对，就干净一点。 我一起来想说的是，我觉得整体啊，它是一个整个，好像我收到一个包裹的感觉。里面有音乐，有氛围，有设计，有衣服，然后整体的体验是一个包裹，而不是只是一方面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show， 所以它不仅做衣服，还做整个秀。对，它是一个体验。对，从一开始我们坐船过来，到现在就整体都是。那不现在，现在也是一个体验。我们就在听音乐，然后等演出。我怎么害羞不过来？因为我在听音乐，你们看清楚，你们干嘛？你休息都干嘛？你怎么解压呀？我没有休息，没有休息吗？没有休息，压力很大怎么办？压力大，已经习惯了。就压力大就还好啦。我看你给这个Horizon拍的广告，是不是真的到凯旋门上面？哦，对，是凌晨5点开始拍的。那你是在凯旋门上面啊？对啊，就是我很开心可以体验这个。我看你采访说想带爸妈来巴黎逛一逛。对，成真了吗？完全没有，没还没有。那你有时间带妈妈来逛？好嘞，哦，那然后Magic Day 不是全息了，看了。然后今年还有新的一个演出吧？哦，我七月会在澳门，如果朋友们有时间可以来参看一下，因为我有看到，会看到整个完整的那个演唱会吗？超厉害的，我都。那你想看什么了？对呀。你的那个跳舞啊，舞美啊，掌声都给你，这个惊喜吗？到时候再说吧，哥，你来了以后我给你看。来。 Yes，谢谢你看我的东西，记得。并且我觉得你这个 Magic Man Era 整个的，不管视觉上还是音乐上，都非常的专业，跳得很好。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man。然后我看那个Come Alive 那个跳舞超厉害，你要学一下，Come on。这样，看烂了吧？<笑>对，问题啊。 我看你刚才很多粉丝找你拍照，然后并且我觉得你平时逛客人家也拍照，但很多时候都是素颜，但素颜拍照很贵。啊，我也是人啦。对啊。哦，照拍。没有啊，所以就没有把，所以人家说你活成像一个几岁的。你这样拍照，你照给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这好丑啊。